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请掀开经本第255面，倒数第二行，请看经文：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一段经文是解释不但要立相，这个见就是立的这个念头也不能有啊，理也要有。为什么不能有？这一段经文呢，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在这个地方我们又读到即非是名，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很广，大家请看这个注解。这第一小段，是名曰相，从相上说的，从缘起上说的，即非是从性体上说的，曰性空一说，我人等见，皆为缘起之幻象，此佛说我见之真实也。那么这样的句子前面也曾经读过，但是前面的意思浅，后面这个意思就深了。为什么说前面前后面深？前面教我们立相，所说的重点呢都是在立相，后面所说的我们明白了，原来所有一切相都是虚幻的，都不是真实的。不但外面境界相是虚妄，我们起心动念能源的这个相也是幻而不实啊。这个意思的确进了一步了啊，又深了一层。我见，说一个我见，就把所有一切念头都包括了。这一切念头呢，总不外乎这个四大类：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个见就是你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意念。说我见是无明本啊，佛法里面常给我们说，凡夫有三种烦恼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最细、最难断的，断尘沙烦恼的无明烦恼还在，何况断见思烦恼？无明破一品啊，就正业分发生。所谓是法身大士，也是我们经上讲的诸佛如来啊，得要破一品无明才行。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念头啊，就是无明啊，就是无明的根本呐。那法身大士跟平常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不一样的就是他没有妄念啊，没有妄念。这个底下一句是佛在《楞严经》上说的，告诉我什么叫无明啊？这也是富罗那尊者问的。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明了，是知见立知是无明本。这个知见立的是什么知呢？就是此地讲的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个楞严经上这两句话真的很不好懂啊。什么叫知见立知啊？前面这个知是真知啊，是般若真知。人人都具足啊，每一个人都有真如本性，你怎么没有真知？佛知佛见，这佛知见我们个人都有啊。你要不相信，我们举个例子，你立刻就明白了。我现在坐在这个讲台上，你们大家都看到了，不是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吗？你并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分别执着，这个时候你的见就是佛之见了。你要起个念头啊，这上面做的是净空法师啊，完了你起了无明了，你在这个里头立一个执，这就错啊。为什么立个知就错了？本来没有名啊，你怎么给他搞个名字呢？本来没有相啊，你怎么做了相呢？所以诸位要知道，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只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说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听清楚？一样看清楚，一样听清楚吗？那就是第一个智，佛智。法身大士，也就是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他们能够永远保持这个境界。
也就是说六根起作用，它能保持住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那个知见真知啊，正知正见，佛知佛见啊。没有见到化身以下的菩萨，就像《金刚经》上说的，他底下立一个知，在知见里面又建立一个知。你看到的外前面摆，这是花了，这是红色的，那是黄色的，那就完了，越迷越深啊。原本没有这些名与相，没有这些分别执着啊，我们错就错在这里。你看，一有分别，一有执着，你就起烦恼了，贪嗔痴慢跟着起来了，连着起来了，这个麻烦大啊！这就叫劣智啊！所以我们知道诸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此地。所谓第一个念头啊，第一件啊，我们看第一眼看是正知正见，到第二眼的时候就变了，就起心动念了，就分别执着了，那叫劣智，这个就是无明啊，这叫根本无明。这无明在哪里？我们要搞清楚啊，要搞明白啊。无明起来了，那就是有三系六粗了，就有十法界，就有六道轮回，就这么一桩事情。这个底下说的，为成凡之有，破我见是智慧光，乃成圣之路。此中所说，正是敌视修功。敌视的确。确确实实啊，只是我们修行真正的功夫，破魔见啊，破魔见就是于一切境界当中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啊，这个。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比登天还难呢。你不相信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做到？我不分别，已经分别了；分别不分别，我不执着，已经执着了。你看，我已经执着了，太难。道理我们明白了啊，事实也搞清楚了，实在做不到就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除这一条路之外，给诸位说没第二条路好走啊，你要不信试试看啊，你在一切境缘当中试试看能不能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啊。那么起心动念就有十法界啊，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分别执着那麻烦大了，在十法界里面又变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分别执着变出来的啊。佛说一切法不外两义，这是总而言之，佛说为众生说一切法，归纳起来不外乎二义：明性，
明修是也。这个四个字也可以说把释迦牟尼佛一生呢49年所说一切法包括尽。佛指示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不是外面真有的，自信变现出来的。那么又告诉我们，心体是空寂的，是变法界的，心体的作用无量无边的，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本人啊。我们才晓得自己智慧德能啊，样样都是无量无边的。佛要不为我们说出，我们怎么会晓得有真如本性啊？不知道啊，那不晓得自己这个智慧德能呢，这样的深呢，这样的广啊，不知道。佛说这些经典呢，为我们显示出这桩事情。那么说说，他说我们也听明白了，听懂了。虽然有这样究竟圆满的智慧，我们现在还是迷惑颠倒啊。这个智慧怎么失掉的？如何再恢复过来？那就是修了，教给我们的方法。《金刚经》上讲的是原理原则，方法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处而异，所以方法就多了。我们常听到84000法门，法就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有这么多。那么又听说法门无量，那就更多了。是不是真的无量呢？真的，真正无量啊！无量的法门，有一个不变的原则。无量的法门可以把它归纳到这个原则，这个原则绝真净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归到最后讲到修行，不外乎这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实在讲了，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啊，好像我们到这个讲堂来啊，诸位居住的地方不一样啊，四面八方啊，来到这里了，最后你进入讲堂，
讲堂只有三个门，最后就从这三个门呢，你从哪一个门进来，就决定进三个门了。这三个门呢，任何一门进来都行，功德都一样，而且一级十三，三级十一，没进来是三个门不一样，进来之后呢，三个门原来是一样的。那么在一般说来，信宗、禅宗他们走的是绝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走这个门。这个门古人常说上上根人，他才有这个能力。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给你讲四相是错误的，四见也是错误的，都是原生之法，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一类根性的人听到这个话呢，妄想分别执着马上就断，他就成功了。就像圆觉经上所说的，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他从这个门进来了，这个门快啊。如果不是上上根人，这个法你给他讲啊，没用啊。像我们这种根性的人呢，就没用啊。《金刚经》虽然讲得这么详细，讲了这么多天呢，一个开悟也没有啊，一个见性都没有啊。这就是说明啊，我们不是这个根性嘛。那不是这个根性，听听《金刚经》也有好处啊，听听。听听他们这个上根立根的人啊，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他们能够依照这个方法修到明心见性，我们没有办法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听听懂得了有好处，对于世出世间法的情执会淡几分啊，不会那么坚固的执着啊，总会少了几分。这个少了几分呢，对念佛就帮助很大啊。这也是我们这次讲《金刚经》的目的之所在，帮助我们看破，帮助我们放下，我们没有彻底看破，没有究竟放下，只要看破个几分，放下几分，对于念佛往生呢，就有帮助。那么这是说绝门呢。其次呢，我们讲正门，正是正知正见，正知正见就是佛知佛见。佛的知见在哪里呢？所有一切经上所讲的都是佛知见的，佛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佛为我们的说法，佛知佛见。
在经典里面，我们依照经典理论方法来修行，由次第由浅深慢慢来学习，这就是我们说教下禅宗以外，像天台宗啊，天台宗啊是根据《法华经》，显首是根据《华严经》，三论是根据中论，十二门论以后加上大彻度论，法相它的比较东西多了，有六经十一论，这些宗派都是依据佛的经典，把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修正过来，经典是标准的，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拿着经来比照比照，我们的想法看法跟佛不一样，要把自己的想法看法舍掉，学佛的想法看法用这种方法，这教下用这个方法，那么这样的方法中下根性的人都行，但是时间很长啊，像读书一样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按部就班来，循序渐进，能得好处，能得利益，这个是走正门的，但是要真正干的，真正相信佛啊，把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要舍弃掉，向佛学习。那么第三个门呢，是净门。我们净土宗做这个门，除净土宗之外，密宗也走这个门。密也是修清净心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把密舍掉了，单单提倡净土？这个里面有道理的，净土宗讲的净是离开污染的净，容易得到吗？所有一切污染我不沾边呢，我离开它了，我得到清净了，这个容易。密宗那个经那高级的，不离开污染它也清净，这个是难的。我们把名闻利养舍弃不贪的，他金银财宝一大堆天天在那玩，那叫那个不贪的，那个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密是最高级的修学方法，如果你没有这个功夫，你要学它，没有一个不堕地狱的，你造罪业嘛。那还得了吗？一般人不懂的，一窝蜂去学蜜，为什么呢？蜜你看，又不要吃素这个鸡鸭鱼肉照吃也不要断盈余
那是正合现在人口味啊，大家一窝蜂都去了。诸位你要晓得，他在这个里头得清净心了，他吃肉绝对没有分别之处，没有起心动念，他那个吃心啊，你给他一碗大便，他倒是，不是他也不起心动念，他也没有分别执着，那真清净啊！你盛一碗大便，他不吃，肉给他他吃，保险多跌，那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要知道啊！哎，我们净土宗的净的时候，我们有选择的，我不像他了，啊，他那个什么，他是高级的。那我们比不上他，他是真清净。现在这个密宗啊传得很广，学的人很多，我没有学过，我的老师啊是密宗的大师，他教我三年，我的佛学基础啊，是他老人家一手给我奠定的。但是他没有传给我秘法，我对于秘的里面的内容知道的很多。黄念祖老居士，他是学密的，他本身呢就是金刚上师。我们见过几次面，也深谈过这些问题。他直截了当告诉我，在今日之下了，已经没有密宗的根基了。我听了这个话，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善知识，不骗人，很难得。他告诉我，在中国大陆这40年来修密成就的只有600人，真正修成功的哪6个人呢？他没有告诉我。我相信他讲的话不会错。因此，他遇到学密的一些同修啊，都叫他加持3部经。你看他的净土资粮，净土资粮啊是个很小的小册子，因为太薄了。我把他的故想集2样东西合印在一起，后面是故想集，故想集就是老居士应酬学密的这些同修们的开导书信。你看他里面所讲的都是劝人学密一定要加持5量寿经，要读诵《弥陀经要解》，要读诵《普贤菩萨行愿品》，他教他们念这3样东西。这也是老居士的苦口婆心的，知道你密呀学不成功，念这个经啊，求生净土。这个我们就常讲了，净密双修。诸位要知道。净密双修是看到学密不能成就啊，想在净中拉你一把了，是这个意思啊。你们不能听错了，好了，我也来净密双修，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专一你才有把握，你搞两门
你的这个精神呢、时间呢，都分散掉了。能不能往生呢，都成问题。那个密室靠得住，不会成就的了。不太可能的了。所以真正善知识，他会观察，你不是这个根器，不会传给你的。这个要知道，所以我们赞叹他，不晓得，跟禅宗一样，我赞叹禅宗，我不学禅宗。为什么我不学禅宗呢？我自己知道，我不是那个根性。禅宗，不要说是很高的，最起码的禅，出不了三界。初禅天呐、四禅八定就初禅啊。什么样的功夫呢？诸位晓得，到了色界天呢，欲界就丢掉了。什么是欲呢？财、色、名、食、睡，这五样东西摆在你面前，你还动心不动心？不是，我出家了，我都离开了，那不行。你的念头上还有，你还是欲界呀。色界天没有资格去啊。这才知道禅难啊！禅要把欲丢掉啊！这还是最起码的、最低级的功夫。往上面去，越往上去，功夫越高。我想一想，做不到。《金刚经》是禅宗的经啊，我讲的也不比哪一个学禅的人差了。禅宗祖师语录我讲过很多啊，《坛经》也讲过好多遍了，口头禅我比他们都行啊。那你要问问我自己呢，我做不到。我能够讲得很清楚，我做不到。财色名食睡摆在面前，虽然我不要了，还会动念头，还会动心呢。这个不能欺骗自己，欺骗别人是有罪呀，欺骗自己，那个就罪上又加罪了，那怎么能成就呢？所以想一想啊，这个禅跟密呀、门槛太高啊，我们确实没有法子啊。再回过头来，老实念佛，想一想，这个法门有把握，行，我们这一生当中真能成就啊！所以这个是走的进门啊。那么这是属修行。我们举这个三大纲领就够了那么每一个法门的每一个宗派那些常识要知道你知道你不会被他们迷惑，不会被他们动摇这个很重要。自己选定了一门，就一门深入，这才能有成就。如果是不了解状况，世俗人常讲啊，干一行啊，怨一行啊，看到别人啊，好像啊，都比自己高啊，这是世俗的观念。有没有呢？确实有，我们自己也有。
如果存这种观念，你的一生的修学没指望，为没信心，你的心浮动的，总是在动摇啊，总是在每一个法门去试探试探，你这一生有多少光阴，那个空过了，浪费掉了，非常可惜啊。所以要紧的是选定一门，然后就一门深入。这且一法具足，摄心毕竟有修啊，摄修即摄有心啊，这个是佛说法，即使小乘经里面也不例外，一切经中啊，摄心一定有修行方法，如果没有修行方法，那么佛说的这个经呢就不圆满啊，一定有修行方法。说修行方法呢，一定讲到理论，有理论的依据，这理论的依据就是自信，自信是理论的依据。那么最明显的《弥陀经》，诸位都念过，你看看里面所讲的都是事啊，都是修啊，《弥陀经》字字句句里头都有信，都有理，我们没有看到，那是我们看得太浅了，没有看到它的深度啊！你看看莲池大师的疏钞，你就懂了。莲池大师把这一档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为我们交代出来。每一个小段讲到最后的最后一段，称心，称心就是属性啊。弥陀经说的是事，它有理啊，说的是修啊，它有心。同样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如此啊，你从头看一看，像看故事、看小说一样，全都是讲的事，里面有很深的道理。我们读经要能体会，言教，言教就是讲经，要把它讲得透彻。凡是佛讲四的这些经，你要把理论说透彻，大家对这个事就相信了，就不怀疑了。那么讲到理论的经，你像《金刚经》加理论，理讲明白了，要怎么个修法？你要不把修行的方法交代清楚，这个道理我不会用啊，我用不上啊。金刚经的原理原则能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你就成菩萨了，就不是凡夫了。要不要学着会用呢？要。学的多少不拘，学的浅深也不拘，当然你越多越好，越深越好，没有这个能力呢，浅一点也好啊，那少一点也好啊，都能得利益了。
那么我在讲习当中给诸位报告过，我们要想把《金刚经》的原理原则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好样子，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那就是《华严经》入法界品，啊，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但是我们今天讲普贤菩萨行愿品，你们这个概念当中啊，就是薄薄的一本呢，十大愿王导归经录，不是的。啊，我跟你讲的行愿品，不是这一份，这个是普贤行愿品最后的结论。啊，它的全经有40卷呐，现在流通的这个本子是40卷里面第40卷，一卷，前面还有39卷。这39卷呢，就是著名的53参呐。啊，53参是由53位化身大士。就是《金刚经》上讲的诸佛如来，啊，他们做给我们看，啊，他们表演，啊，这53个人，包括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你看人家是如何把《金刚经》的道理方法呢，应用在他的生活当中。应用在他的工作之中，啊，不管做哪一个行业都用得上，啊，你会用了，你是菩萨了。菩萨不一定要出家，53位化身大士的大菩萨了，世心出家相的只有5位，其他的统统是在家的化身大士。啊，所以40华严说实在讲应当要提倡，不提倡我们没有样子。啊，40华严这50参是学佛的样子。啊，人家表演给我们看了。这个经本注解，华严经注解是很少，自古至今呢，完整的注解只有2种，啊，都是唐朝的清凉大师的疏钞，李通玄居士的贺论，啊，现在流通的就这2样了，啊。清朝道佩大师，啊，是佛经福州啊古山涌泉寺的主持，他将这个疏根论合起来，啊，重新编了一个本子叫华严经疏论纂要，啊，那么这本书我们已经印了3次，那么最近呢，可能会赠送这边大概有1000套送此地来，啊，而40华严疏，啊，将来也会有书送到这边来，啊，至少有1000套啊要送到这边来。即使
没有人讲的也应该要多读啊，读不懂没有关系，多读啊。古人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要有耐心的去读书。对于我们的修学会有很大的帮助，说修学有帮助，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这是现前的利益，对我们了生死出三界有帮助，将来的利益，永恒的利益。这个地方把这个要紧的经义说出来，是教我们读经听讲要如何去体会啊。这底下讲，若不知如是领会，其余佛法终在门外。这是真的，多少人学佛学了一生都在门外没进来啊！啊，学佛学一辈子问那佛是什么都不知道啊，答不出来啊。问他修什么他也不晓得，盲修瞎练，所以一生时间浪费了，精力浪费了，一无所成，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理性当于差别中见平等，你怎么见性？你怎么能体会到深深的义理？这里给我们讲这个原则，好，讲得非常之好，简单扼要啊。平等是性，差别是相，从差别相里面你要见到平等了，你就见性。相中告诉我们，转八识成四智，转莫那为平等性质。莫那是什么？执着。第六意识是分别，不分别了，那就妙观察智，不执着了，平等性质。我们要想明心见性，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学不分别，就转六识啊为妙观察智，不执着就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这个在相里面就见性。禅宗是不说出来啊，叫你悟啊，你要不悟啊，那个相板就下去了。当然老师傅要用棒喝来打你也是看清楚，这一棒下去把你打开悟了，你就觉悟了。像我们这种人到禅堂里，那个老师傅打不打？不打。为什么呢？打死也不开悟啊，那就有罪过了，是不是？
打了就真的开悟啊，那就要打。这宗门用报贺，教下讲义啊，教下讲义。宗门叫你悟，不跟你讲，你悟了之后啊，给你做证啊，证明你没错啊，你的见解没错啊。所以方法手段不一样啊，有一些人很迷惑，我在台湾就见到了啊，这个师傅啊，拿个香板打几下，就把这个一身的业障就打掉了。我听了很怀疑，那个香板一打了，业障就打掉了。哎，还有不少人呢，拿着红包供养请师傅打了。师傅当然欢喜嘛，越打红包越多嘛，是。那个业障有没有消掉呢？我看不见得。这个消业障是我们学佛的人时时刻刻挂在心上，总是想尽方法了去消业障。可是诸位要明白什么叫业障。我业障很重，问你什么叫业障？不晓得。业障在哪里？我在讲习当中讲的很多，业障就是烦恼，就是妄想啊，妄想分别执着，那叫业障啊。那么老师傅打你几顿了，你是不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没有了？如果都没有了，那有效啊，那一打业障真的就消掉了。如果打了之后还打妄想，还分别执着，那就没用啊，越打业障越多啊。业障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可以打掉的宗门用这个方法，他要关机啊，看你自己功夫将要成熟还没成熟，就差那一点啊，用这种特殊的手段，这个棒喝下去之后叫你一下就惊醒，这不可以，那不是随便打人的啊。所以宗门的手段不一样，也没有一定的方法，完全是关机应机施教。因此那个手段不能学的，我们没有那个本事，那对象也不是那一等人啊，单单学那个样子哪得了吗？那就遭罪业了。干脆礼与事都要搞清楚啊，我们还是在教下用功夫啊。那么净宗的方法就是用一句佛号老实念，把妄想分别执着念掉，妄想分别执着起来不要怕，是正常的，你是凡夫，你要不起妄想分别执着，你是佛菩萨了，那就不是凡人了嘛。凡人当然会打妄想，当然有分别执着，所以起来呀不要怕啊！这是古德教给我们，叫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觉悟要是迟了，你这个妄想继续不断的打，那个麻烦就大了。
那造孽了。这个妄想一起来呀，你马上觉悟了，哎，我现在又打妄想了。你觉察到了，觉察到用什么方法对付他呢？阿弥陀佛。心里的佛号马上提起，把那个妄想执着赶走了。换一句话说，用阿弥陀佛这一个念头啊，代替所有一切的念头啊，用佛号取而代之。那么这个佛号是不是妄想呢？佛号不是的，一切都是妄想，唯独一佛念佛不是妄想。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名号是我们真如本性的德号，念这句佛号念真如本性啊，这是理呀、啊。大家都会念的，不明这个理呀、啊，所以虽念与理不相应啊。也曾经听过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们一念也好，念念也好，都不相应啊。为什么不相应呢？不明了这个理啊，明了这个理呀，就会相应啊。只要把烦恼杂念念掉了，你看清净心不现前吗？清净心就是真如本性啊，清净心现前就相应了吧啊。跟此地讲的说，从差别里头见平等，平等当然就清净，清净就平等。修功啊，当于平等中见差别，平等差别两边都不着。这是讲修行的真实的功夫。那么由此可知，这是《金刚经》上所讲的原理原则，两边不住，两边不离。这就是诸法如意，法法皆如，你就见到了。佛之开示，往往越一思一明理。佛菩萨讲经说法，我们在一切经里面都看到。这《金刚经》这个例子就很多，举例只举一个，只说一章词，可是诸位一定要晓得，这一章词一个理呀，通一切事，一切理，不只是文艺知识。文艺知识不行啊！那世间人说文艺知识，那这个人是绝顶聪明的，学佛还不行啊！学佛是一文千悟啊，十根铅差很多啊！一文千悟，一听听到一桩事情，所有一切事情都明白了，都通达。这才行。所以而且理是贯通一切事啊，从一桩事情就说明这个道理，理贯通一切事。
若闻法者，不如是知。啊，不知如是贯通，是只见差别而不见平等，岂能观其理而会于心乎？学有善学，有不善学。我们今天讲的善学，会学的，有不会学的。会学的人快，很快。会学的人说，学他的理，因为理能够贯通一切事。不会学的人呢，学思，哦，那个很苦了，学一样会一样，再学一样会两样，是无量无边，一生一世学不完了，学得累死了。所以一定要会学。会学基本的条件，心要清净，不能有成见，不能有怀疑，这是两大障碍呀。你看佛在经上常讲，疑为菩萨的大障碍，对菩萨都产生大障碍，我何况我们初学了，决定不怀疑啊！所以要保持一个清净心啊，清净的信心、真诚心，这是我们修学基本的条件。然后再加上细密的观察，你要细心去体会，粗心大意不行。我过去学佛进度非常之快，我自己就具备这么个条件，我对老师有信心，纵然老师教给我的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我也不怀疑，我也相信他，我相信老师不会害我，我会照他的话去做，我有这么一个好处嘛，所以老师肯教，我学习很细心，很专心，所以老师教给我的方法跟别的同学不一样。最明显不一样之处，老师不准我写笔记，这是最明显的。其他同学们听经写笔记，老师从来没有说不对，从来没讲过。老师也看到他们一面听一面在写，我就是不可以写。这个是根性不相同，教学的方法不一样。老师要求我听经，听教理，他告诉我好处呢，理通一切佛法，你一部经通了，所有经都通了。这个方法的确是好，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不得已而求其次，体会教义，义比理次一等，
意能够贯通，与这个经相类似的能通。你比如净宗的义理呀，就是净土五经一论没有问题。你听一部经啊，这个五六种东西都贯通了。不是听一部学一部啊，那个很糟糕啊，那个教的人也很辛苦啊，学的人也很辛苦。如果是教理呢，那就广大了，不仅仅限于净土宗。所有一切宗派的经典乃至于世间法都通。所以要懂得体会它里面的理啊，理能够会于心啊，这个很要紧啊。学佛最终的目标在明心见性，这是正确的目标，这是大方向，一定要把握住。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希望同学们能够细心的去体会，确确实实能得大受用。不过这些事情如果自己根性稍微差一点，要懂得培养所以实实在在说，我学佛了，如果不跟张家大师三年，到台中去也学不到东西。成就啊也不简单。张家大师教了我什么呢？教我看破放下。这对以后的修学帮助太大，能看得破，你的知见远啊，你不执着啊，你没有成见啊，能放得下，你自在啊，你没有分别执着这个对于修学帮助太大太大了所以不能看破，不能放下，是严重的障碍我一学佛，张家大师就教我这个方法。从哪里做起呢？他老人家教我读诗我那个时候的好处，跟他老人家第一次见面，他讲的话我就相信回来之后真不是就真干了，以前很小气很吝啬，那就学，他咬紧牙根呢，去学布施什么都能学这才知道自在呀学了有没有呢？给布施越学越多这就学了，那边就来了，越学越多，但是要记住越多越学非常重要学财财就来了学法法就来了，佛讲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证明了没错财布施得财富，越是施得多越得的多，
发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我们今天同学们很多都是吃常素的，素食就是无微不食啊，不吃正餐肉了啊，修慈悲心了，这是无微不食啊。那么诸位同学在家，我希望你们无微不食的这个都是医药啊！我不知道新加坡的制度如何。如果有贫病之人啊，生病了，有病苦的时候，有困难，你帮助他啊，帮助他的医药费，不是这个好处啊？什么好处呢？的健康长寿啊，有很多人，我听这个话的时候，感觉的莫名其妙啊。什么事情呢？就是自己要准备一笔钱呐，做自己的医药费呀。准备自己生病，你说糟糕不糟糕？你想他会不会生病？他一定会生病，他医药费已经准备好了。那所以人家问我，我今年70岁了，没有生过病，没有进过医院。医院里头没有我病例，我为什么不生病呢？我没有医药费呀。我的医药费布施掉了，没有医药费呀。有医药费的人可以生病，没有医药费的人不能生病啊。你要懂这个道理呀。啊，所以你布施医药啊，我的病别人带我生了。佛说这个道理，你越想越有道理啊，所以何必替自己留一笔医药费啊？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里老想着病啊，每一病也想出病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不健康的思想，错误的思想啊！你要自己想自己健康长寿，多帮助苦难的人啊，你得健康长寿啊！《金刚经》讲了这么多，可以说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这是在《金刚般若》我们得了这两句结论，因果不空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丝毫不爽。所以你要想得财富，财布施；你要想得聪明智慧，法布施；你得健康长寿，无为布施。三种布施，我们在印经里头，这个印经啊，三种布施具足。你印经书，你要财呀，财布施。印出来经本，这经本是佛法了，这法布施，内容是法了。众生读了经，明白佛的道理了，无为了。
所以这一桩事情里面呢，三种布施都圆满。我今天晚上来了迟一点，这一边那个红果素食的老板请我吃饭，请了很多次了，没有法子退不掉，我说下不为例了，耽误时间。我听说他这个老板给伙计们说，他说这指我了，说这个法师印很多经书啊送人，到处送人，都是别的法师有了钱买房子买车，我没有房子也没有车，买房子买车他还想住在这里，他还不想走啊，我这个不要房子不要地不要车了，我想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了。我们的目标方向不一样啊，这个地方的钱没用啊，带不去了，所以有了赶紧印经让大家共享。那么呢，刚才说过了，这个做法三种布施这一次就完成了。这个理我们要透彻要明了，事上我们才热心去做，才真正去做。弘法的人你能够这样做叫法缘殊胜，这个法缘是接的，前面我们也曾读过，缘应当了的要赶快了，应当接的可以接，与一切众生结法缘。本经说既非是名处甚多这种句子很多，那么既非是名意思前面说过，此地要提醒我，闻者便当领会其中道理，别无二致，不能把既非跟是名看作两桩事，你要看作两桩事情你也在门外，你没入门呐。它是一桩事情，一桩事情为什么两个说法呢？两个说法了，便于你体会。一个说法你不能领悟啊，这两种说法是你在当中体会，你就误入进去了。这是说法的善巧。从差别当中你去体会一如去体会这个意思，这叫会听啊。即非越离体之性一名本空啊，体是空的，根本是空的，是名越原生之相一名幻有，因缘所变的现象
现象有没有呢？当然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体没有。体没有，相怎么会有？就像前面所说的，微尘众即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世界怎么来的？微尘众聚集起来的。微尘众当体皆空，了不可得，那么世界哪里会有呢？佛虽然在经上讲一刹那九百生灭，佛用这个来说明一切万物的现象。这个相是怎么来的？一刹那九百生灭的相续相，其实不止九百，刹那百亿千亿万亿都不止，这是真的。佛为什么不这么说呢？这样说人更不懂了。说一刹那九百生灭，一般人还能想象得到。如果说是万亿亿亿，这个太难想象了。真的是万亿。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现象确确实实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个你说实话。那么由此可知，即非跟世名岂不是一个意思吗？这叫佛法。如果说即非世名是二法，那六祖讲了，二法就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了。诸位要晓得，宇宙人生万事万物啊，都是一法了，不是二法了。众生跟佛，你说是二是一呢？众生跟佛要是二法，那就不是佛法了。生佛不二，这经常听说过的，读过的，不二就是一啊。性相不二，理事一如啊。尽虚空变法界，它圆融了，它是一不是二。你要能够从这上体会到，你的大慈悲心就升起来了。这个慈悲心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爱护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是清净心，是平等心，没有差别。这里头没有分别之处，一律平等，这样大慈悲心自自然然就生起来了。我们今天大慈悲心为什么没有呢？不知道宇宙人生是一体，不晓得。为什么是一体呢？同一个自信变现出来，都是真如本性变的幻象。慧相归性呢，就是一体了嘛。
啊，你着了相，分别相、执着相，相千差万别，你见不到一，啊，见不到一如啊，见不到平等啊。如果在差别相里面见到一如，见到平等了，才晓得万法归一，啊，一是自性，一是真如，一是本体。实在说归这个念头都很粗，都不应该有啊！哎，万本来就是一嘛，哪有什么归不归呀，啊？今天我说这个话，诸位听了《金刚经》听了这么多了，我想你不会反对，那你会点头啊？经没有讲到这个地方呢，我这样讲话的时候啊，怀疑的人就多了。为什么祖师大德说万法归一？你说归还不对呢？归还有问题呢？我们金刚经读到这里就晓得，那个归是勉强说的。你要执着有一个归就错了，它本来就是一，所以说是无所谓归与不归嘛。在底下说，既非是名，并说，这是佛在《金刚经》上常用这个方法。他的意思，名性相不一不异，法法皆然。性相是一，相就是性，性就是相，事就是理，理就是事。确确实实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即非是名连在一起讲，叫我们体会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叫我们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一，你要是明白了，也可以说一，也可以说一，明白人怎么说都行，他不迷，他了解状况。说一是从性上讲，从理上讲，说一一就是不一样，从相上讲，从事上讲，非一非一。如果明白人，你说一切现象是一，行不行呢？行，讲得通。古人比喻说，如今作气，气气皆精啊！我们看到这个精气那个样子太多了啊！现在同学们常常戴的啊耳环啊戒指、手镯、项链，常常戴的，这个都不一样，名词都不相同啊！这是意呀，是精啊，同啊。全是精的，精就是气，气就是精啊。即非是名，或去了说，叫你了解真相啊。一法如是，法法皆然啊，没有一法不如是啊。我们把气比作相，把精比作性，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嘛，性相一如嘛，性相不二嘛，
就这个意思啊，叫你体会这个意思，认识了一如啊，认识真相，执着一边都错了，都不如了啊，执着经，执着这个体空性，这个不如，有体无用啊，执着相也不如了，有用无体，必须要念念之道，你才看得圆满，看得真切，没有看错，才能得真实的受用。这个底下说，即无论何法，皆应明了此理，两边不着，消归平等之性体是缘，这个重要。所谓法身大师，就是他们能在一切法中见性。这个讲法呢，佛门的术语，现在人初听了感觉到很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讲的通俗一点，讲的浅显一点，在一切法里头见到它的真相，这一句话大家好懂，但是真相是什么还是有问题啊？为什么呢？你没见到吗？你见到当然就懂了，没见到学啊，好好的学习，依照《金刚经》的道理方法，纵然见不到，多少也能得一点消息啊，对我们就有好处啊，至少增长我们的信心啊，这是最低限度的利益。那么在功夫上，理事都搞清楚了，你就都不会执着，差别的相不执着了，平等的性也放下了，心得清净了，心得自在啊。那么这就是叫消归平等之性体。修行功夫可概括为观门行门啊，这是我们佛法里头常讲的观行啊。一讲到修行，观行是修行的总纲领，总题目，每一个宗派，每一个法门，观门跟行门的内容都不一样，啊，但是总题目是一样，啊，都叫做观行。啊，禅宗的观门行门给教下的不一样，教下的观行，比如说显首宗的观门行门跟天台宗的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必须要晓得。观是什么呢？理啊，
明理，在事上看到理，那叫观，叫修观；在理上见到事，那就叫行嘛，那叫行。这两个一定要合在一起，也是一桩事情，不能把它分作两个。分作两个，那理论是理论，事实是事实，永远斗不起来，这个没有用处。必须要懂得，理就是事，事就是理，理事本来不二。你才能入门呐、啊！既说在法门无量誓愿学也，啊，无量无边的法门，观行识总题目。啊，每一个法门里头，它这个观行的内容都不一样，啊，都有差别，啊，可是原理是相同。终极的目标都是要达到法法皆入，如果不是达到这个目标，那就不是佛法了、啊、如果是佛法的，一定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啊、就是经文上讲的诸法如意，一切皆入。我们看底下的这一段，理观，一佛说可以贯通一切之理性，加以深切体认，严密觉照，用之于行人。金刚经说理，说的是真正的原理原则，譬如我们随便念一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金刚经上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你要把这个理应用在你生活当中，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起了烦恼了，想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还有什么好烦恼的呢？你要会用啊，不用在生活上去，那这个金刚经不是白念了。遇到喜欢的事情起了贪心了，啊，贪爱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个贪爱的心啊，马上就凉了，恢复到平等，恢复到清净，啊，喜怒哀乐都是波浪，都是不清净啊，啊，要恢复到清净。清净心生智慧，不清净的心生烦恼啊！这个诸位要懂得啊，烦恼从哪生？不清净心生的啊！清净心呢，就生智慧啊！你看《金刚经》不说吗？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所以要把这个理用在生活上，啊，《金刚经》上这个理好啊，不依不依，无实无虚，真的随便念一句，啊，
在生活里头起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个理啊，真的是贯通一切的理性，要深切的体认，就这个理要透彻。就是刚才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它是虚妄的？我们在这次讲习当中讲得很透彻。三心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我们说明心是怎么来的，怎么会有的，它起些什么作用，都讲清楚了，这才知道真的不可得。这个三心就是讲的念头生灭心，生灭心不是真的。从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从无明生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相中里头也叫它做三分，自证分、见分、相分。你看见分，《金刚经》上讲的四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见分，前面讲的四相，相分呐，见相同源。都是从自证分里头变现出来的，那么由此可知，转向就是见分，境界相就是相分，自证分就是业相啊。这就是把了心法给色法的根找到了，它不是自信的。自信是真的，自信里头没有这些东西，这不觉里头变现出来的。我们把这个理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才知道内而身心啊，外而万物啊，都是假的。啊，现在科学家讲都波动的现象。而波动的速度确确实实一秒当中亿万次，也就是说那个一个波动是亿万分之一秒啊，佛在楞严上说，当初出生，当初灭尽，我们才懂一点意思。否则的话，这两句话，到底当初是什么意思，也搞不清楚啊。含糊笼统啊，念了，含糊笼统听了，当初什么意思？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诸位，不但是诸佛菩萨，在十法界里面实现现身说法度众生，是随心应量。真的不是讲吗？佛一句说一句话通一切法啊。我们今天得这么一个身体，过这么一个日子，是什么回事啊？也是随心因量啊。心是什么？因缘呢、啊？
量是什么？果报啊。我们今天是随着业因啊，现的这个果报之下啊，还是这个原理，还是这一句话，诸佛菩萨随行因量，是他因地里面所发的愿，愿力与一切众生自自然然感应大小，我们凡夫愿没有了，被业力在支配，被业力在操纵，一点都不自由，都不自在。把真相搞清楚了，所以这个地方讲加以深切的体认，清楚了，体会到了，要严密觉照。这个严密觉照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严是认真的，这个事不是普通事，非常严肃啊。用佛所说的这个话来看人，看事，看一切万法，这就把它用在行门上去了。离观必应见思修，离开了思修啊，你观什么？你没得观了，那是个空理啊。行思修必应见离观，思里面如果没有这个观念在里头，那么你这个思会带给你无尽的烦恼，你的问题不能解决。也就是说，你越迷越深，你的生活过得越过越苦，你的工作越做越累呀，它必然是这个现象啊！如果理观渗透进去了，你的生活会越过越快乐，越过越幸福啊！你的工作会越来越轻松啊，越来越自在，完全不一样。这是佛法真实的利益了。学了佛，这一点利益都得不到，你说我们学它干什么？佛法给我们是真实的好处，学其一，便不足以一修功。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学佛的人很多，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他很用功啊，很努力啊，好像很精进啊，这精进两个字有问题，他是很用功，是很努力，他不精，他很杂了，很乱了。如果说他有进步，他是杂进乱进，所以他没有功夫他不能转他的境界他还是过那么苦日子不能转境界，这就是个功夫不得力不会修啊。会修的人，行里面有观，观里面有行，观行是一，不是二也就是说，生活里头有高深的理论什么高深理论呢？见性的，见到平等性
要用相宗的话来讲，更清楚更明白。在一切事项当中，他见到平等性，见妙观察性，见到大圆净性，他见到了。他是生活在妙观察、平等性、大圆净智里面，他怎么不快乐、不自在呢？不会修的，观行搞成两回事情，合不起来。他所搞的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烦恼重重啊，搞这搞六道轮回去了。搞六道轮回，当然这个日子越过越苦啊，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诸位真正明白了，佛法不能不学，不学佛就苦死了，这实实在在的话。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这么多众生很可怜呐，我们只能够同情他，那帮不上忙。为什么帮上？他不肯学佛吧？这么好的东西不认识啊！所以今天我们介绍人认识佛教非常重要啊！他为什么不来学？不晓得佛法的好处。如果知道佛法的好处，没有一个人不来学佛啊！为什么呢？学了佛，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不学佛的求不到啊！在这两天过年，到处看到，到处贴的发发发发财，你看看，哦哟，看得这人心啊！他能发得了吗？唯有学佛的人才发财啊，不学佛的人不会发财啊！